购买康斗公寓的利与弊。首先分析一下有利的地方。首次购房选择繁华的地区，但预算有限，相比别墅维持费用低，地税低。社区具有便利设施，健身房、泳池、公园，安全性高，拥有门卫和保安。那么分析一下弊处，与人共用社区公共设施，大楼具备各种规章制度，管理费增长与公司财务有关。关注纽约地产江先生，下一期如何选择放心的租客。